有没有那个猪尾龙骨？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多谢多谢多谢，说你真人漂亮够上镜。哦，他不说你啊？说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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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不懂的好处就是，对对对对对，香菇的姑娘，你说你写错了，那是卤，香卤，对耶，香卤。广州呢是一个煲汤之都，每一次来我都会来点煲汤，所以今天干脆来学怎么样煲汤，所以要去传统市场看一下，以及有一个高手来教我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变出什么花样。那我基本上没见到什么年轻人，都是叔叔阿姨。酒店好像很少。我很少逛传统菜市场。以前小时候我都会去传统菜市场那里吃饭，其实太久了。现在太久了。现在好像回到小时候。谢谢，谢谢。拜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是梅豆。梅豆。对。我们要是花生、梅豆、鸡爪、瘦肉、瘦肉排骨。好，然后再包，学一下，可以可以。广东的煲汤，这是我们省汤来的，就是一个省汤，就是广东人都会包的。买一个瘦肉，有没有那个猪尾龙骨？谢谢。我们往回去那个要煮饭了。可以可以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多谢多谢多谢，说你真人漂亮够上镜。哦，他不说你啊？说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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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不懂的好处就是，对对对对，对。最不像的是猪，但好难诠释。我觉得画得很像。梅豆跟花生很像。香菇的姑娘，你说你写错了，那是卤。香炉，对耶，香炉，鸡爪汤，可以。家里煮饭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叫外送买食材嘛，很少自己亲自去挑，所以今天亲自去挑，还好有小帮手，不然是完全茫然，不知道怎么挑起。但是还是一个很好玩的经验，所以可以自己煮自己喝的汤，那种感觉是非常幸福的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小时候呢，因为在班上被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，那阵子他非常的低潮。他的妈妈知道他很喜欢我，就跟他说：“那不如你写信给蔡依林吧。”就这样子跟蔡依林来回写信写了一年，他一直都知道写信给他。信，然后这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告诉我说，她小时候呢，因为在班上被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，所以她一直非常没有自信，然后不想去学校，所以那阵子她非常的低潮。然后她的妈妈知道她很喜欢我，就跟她说，那不如你写信给蔡依林吧，告诉她。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啊，也许他会回信给你。然后他说，他就这样子跟蔡依林来回写信写了一年。然后他也渐渐的变得开朗起来，然后这些同学也不再困扰他被排挤着这件事情。他也渐渐的很有自信，所以他写信告诉我说，谢谢我跟他。写信写了一年多，然后他其实要告诉我说，在他最灰暗的时候，他一直都知道是妈妈假装蔡依林写信给他。妈妈呢知道女儿非常喜欢蔡依林，所以上网查了非常多蔡依林。他说话的口气。他说话的语句，那只是长大的他知道，妈妈一直都用简体字回信给他，他就不忍戳破，但他还是非常把这一份妈妈对他的爱放在他的心里头。
然后买单我就跑掉了。我其实也没有想到，反正我可以在信中看到你们生活的片段，给我非常多爱和希望，在每个角落，其实你们都有发生这么多温暖的事情。然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生活很多消极的地方，谢谢你们。Sometimes I want to scream all the things I never thought I'd say to you. It's like a thousand words inside my head, pulling me into the blue. And I'm not the price of my existence, something like the color true. 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hinking, you've been drinking, baby, I'm not bulletproof.写棒球魂，棒球经典赛看东森。赤石的眼神锁定我，赤白眼一口正苹果，产生动力衍生物，连打冰花和笔书，超人身份的心，爱中让人伤了心。Mirror, mirror on the wall, I don't need you anymore. I'm falling on the wall.你是我曾经，他是艺术家，你跟他在班这边练背叛，他不是反骨也不是光男，他和我的儿子他们一起好像共进自卑心理四年了，带着分手面具想让你我哭泪，莫名其妙是话语，莫名其妙是话语，不做三次表情你不用哭泣，莫名其妙是话语，莫名其妙是话语，不如想让你一直的注意，透露你的防卫是不是
手放不开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每次看你唱歌都很想亲下去？为什么？想亲下去？对啊，很神神，是那种。你不要只是说说而已啊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，看着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。世界被寂寞绑掉，我